大家好，歡迎收睇全球總結嘅環節啦。身邊都係 Rafi 同我哋傾偈。Rafi 你好，係你好，係啊。睇翻咧就係內地股市方面嘅情況先啦。上證指數今日跌咗30點收市嘅，收報3352點。深證成指跌135點，收報11551點。滬深300指數跌33點，收報3574點㗎。三大指數咧全線下跌，跌幅方面介乎啦就喺0.89%至到1.16%㗎。咁兩市加埋嘅成交金額大約就係7200億嘅人民幣左右啦。咁之後咧，我哋轉睇下就係港股方面嘅表現先啦。咁恆生指數啦，今日嚟講就成日保持住個跌勢，反覆就偏軟嘅嚇。咁最終咧都跌113點嘅，仲有幾分鐘唔夠。咁而家暫時做喺24799點啦。大市成交金額比琴日為之多啦，883億。國企指數跌203點，報12024點㗎。咁今日啦，港股方面咧，曾經見過最多咧就係跌148點㗎。咁之前低位咧就係見過24672點，不過而家啦嗰個跌勢就稍微收窄咗啲。點樣睇翻咧就係港股方面嘅表現咧？大家都講緊咧就係話上個禮拜咧就係一個嘅超級星期啊嘛，因為好多嘅變數嘅。咁最近咧都睇翻咧就係話希臘嗰方面嘅選舉咧就塵埃落定啦。咁激進左翼聯盟方面就贏咗啦，咁但係似乎咧對嗰個大市嘅震盪性咧就唔係話太大，好快咧嗰個焦點咧落翻喺嗰個歐央行量寬嗰方面嘅情況㗎，咁所以見到外圍方面咧都唔係話太過波動啦。咁點樣睇翻咧？就係呢個禮拜咧又要再望翻咧，就係話美國聯儲局方面嘅議息會議啦，係嘛？有好多唔同嘅細節又要留意翻嘅。咁會唔會話變相咧就係一嚟港股嚟到呢啲位置嘅話阻力都大，二嚟大家都要觀望，因為亦都有好多嘢發生啦。嗱係啊，如果以翻你話個恆指嚟計啦，咁啊暫時都係會係反覆住先啦。一嚟就你話真係，當然之前嗰陣就當然係叫做驚緊，譬如歐洲方面嘅一個情況，特別希臘方面嗰個嘅大選情況。咁但係的確你見到結果就出咗嚟，咁啊暫時就冇預期般嘅震盪性，甚至乎都係嗰樣嘢啦。雖然就左翼係贏咗，咁但係一嚟就符合翻市場預期，甚至乎亦都見得到咧，就今次贏咗之後啦，其實唔等於啦會係即刻有個嘅脱歐嘅可能性出現翻。咁所以對恆指嚟計啦，又不至於有個即係即時嘅一個阻力喺度啦。咁再加埋其實今日嚟講咧，反而嗰個跌勢咧，我覺得聚焦翻就係個內地市方面啦，係有個借勢拖累。因為你見到今朝早嚟計啦，本身其實都有個所謂利好消息嘅，就係嗰個600億嘅逆回購。咁但係點解話出咗嚟都好，無論對港股或者內地市都冇太多嘅刺激啦。因為其實今次逆回購咧有個背後嘅一個含義，當然自己覺得係，因為今次其實拆開咗啦，就300億嘅，咁300億就7天逆回購，另外300億就28天逆回購。咁而呢28億逆回購咧，其實比較大啟示就係啦，係橫跨曬成個農曆年嘅先至。再去做嘅話，機會係即先到期嘅，咁即係幾意味住其實佢嘅今次呢個嘅回購咧，係少少係為咗應付翻就係嚟緊農曆年前啦嗰個嘅即係叫比較緊張嘅一個流動性啦。咁如果你話以翻咁樣去睇啦，其實幾意味住就短期嚟講啦，未必會再有進一步啦，可能係譬如降息或者係即係叫降準嘅情況出現翻，咁以照令到大家啦對呢刻你話嗰個好大寬鬆嘅一個或者好大刺激嘅一個憧憬咧，稍稍叫冷卻咗。再加埋呢邊上，其實今朝早內地方面咧公布咗另一個數據嘅，就係規模以上工業嘅一個即係叫企業利潤啦。咁你見到按年嚟計啦。其實跌大概8%嘅，咁變相嚟講都幾有個意外出現翻，因為以往嚟講就算差都好啦，其實按年都係叫持平或者係頂多1-2% 跌幅，咁但係今次你見到呢個規模以上嘅一個工業利潤咧，其實按年跌成8%啦，係令大家幾意外。咁意外得嚟，但係頭先講到嗰個放水或刺激嘅舉動又唔見到即刻會有做啦，始終有個即係逆回購做咗，咁變相形成呢刻市場啦少少叫做啦係有個即係空缺咗嘅情況出現咗。咁雖然叫做內地市或者或者港股方面都有個即係少少叫做回吐壓力出現翻啦。咁但我相信暫時又唔係話太差嘅，特別以翻個恆指嚟計啦。雖然你見到今日曾經就落過去大概24700樓下，咁但係始終跌極都好咧，咁始終都依然守住喺之前講嘅24300呢個嘅即係叫做位置樓上。咁所以我相信只要243呢位置係能夠真係繼續企得住嘅時候啦，問題唔係特別大。反而後市嚟計咧，我相信都依然有少少條件啦，會試一試翻大概25000。水平咯。好啊，Rafi 啱啱你都提到啦，就係話28天期嗰個逆回購啦，就係人行放水啦，所以大家就即係另一個嘅解讀咧，就係話會唔會減準啦，或者其他嘅貨幣政策方面咧就唔做嘢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對內銀股方面嘅衝擊咧就唔係太大。我哋都跟進下啦，今日佢哋收市嘅表現先啊。
OK， 咁見到建行啦就跌超過2%，咁最終咧收報喺6.29。工商銀行跌8仙，中國銀行跌9仙，農行跌7仙，交行跌9仙，收報6.78。招行跌0.6，收報17.94。中信銀行跌超過2%，民行跌0.12，重農行跌0.14，收報4.78。光大銀行跌6仙，咁啊收報喺4.35。好啊，咁啊，不如我哋都睇埋咧，就係啲即係藍籌股方面嘅表現先啦嚇。咁就係因為咧，見到今日。即係差咗好耐嘅豪賭股，終於有翻啲突破噶啦！其實都見到咧，近排其實講開藍籌股方面咧，好多表現都強勢，好似例如就話騰訊啦，都 keep 翻個強勢。不過今日咧見到高位138蚊之後咧，就回翻落嚟。我哋先跟進藍籌股嘅表現先啦。咁你匯控方面啦，咁就升0.7，咁去到73.3。中移動下跌0.9，報103蚊。咁啊，建行、工行同埋中國銀行咁都跌近2%。港交所跌近1%，國壽跌2%，友邦升3.5，騰訊跌1蚊，金沙中國升近3%，長實下跌1%，咁收報144.2，新地升2毫，九倉升3毫，中海外跌2毫子，環置地跌咗1毫，收報喺20.9。另外，中海油跌咗近1%，中石油跌超過1%，中石化跌5仙，昆仑能源升1.3，升幅近2%，中日神华下跌2毫子，收报21.2。好，咁一定要講下咧，就係豪賭股啦，啱啱都提到噶啦，逆市做好啊嚇，咁好似見到只銀娛無啦啦飆咗上嚟嘅，升近超過6%咁多嘅，其實佢即係唔覺連續好幾日都有翻個回升啦嚇，咁仲有另一隻啦，佢只孖寶啊，1928。金沙中國都升近3%，咁啊做喺40.15嘅。咁有啲咩利好因素帶動翻咧？係咪之前真係跌得太多，大家都吹翻落後咧？都見到咧就話澳門麗進1680方面咧，就主席增持，好似睇好翻後市表現啦。嗱，當然啦，你話真係個別比較細啲嘅豪賭股啦，咁好似麗進嚟計，咁你話今日升咁多，其實就好難解釋嘅。咁特別就當中有主力增持，係咪等於睇得好前景呢？我覺得又真係未必係。咁但係你話整體嚟計咧，的確成個博彩板咧呢幾日就強翻唔少嘅。咁最主要都幾個因素啦，一嚟就自從你見到日前咧，銀娛宣布咗佢旗下二期啦，再加埋就澳門百老匯啦，喺年中會開幕嘅時候啦，令到大家覺得有機會係造成一個再催化劑，可能下半年嗰個業整體博彩收入咧會係有個明顯改善，咁但係呢個係我唔否認嘅，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有機會係下半年先真係浮現翻出嚟，咁但係點解話呢刻會即時炒咗上去咧？咁其實幾關翻就其他嘅因素事啦，就係特別見到呢兩日開始，特別今日咧都有個別大行啦開始估緊呢一月份嘅博彩數據，咁而譬如好似巴萊啦或者花旗嚟計咧，其實估佢按年嘅跌幅咧其實唔係特別顯著嘅，咁可能好似巴萊都估只按年跌16%，如果你係呢刻跌16%咧，其實已經當一個好消息去炒，因為舊年始終高基數，咁但係你又最終出嚟究竟係咪呢個數字咧？咁我自己暫時都有啲保留，咁所以我覺得要好睇翻真係數字上睇啦，咁實質嘅數據係幾多？咁所以唔係話單憑翻個別大行所講啦。就等於呢個嘅倒退真係叫咁少幅度咯，咁所以變相如果呢刻好多股短期升咁急嘅時候啦，當然你話喺早嗰幾日低位有貨嘅，咁我覺得就非常之好啦，咁你可以再睇一睇，即係再考慮去止賺位嗰樣嘢。咁但如果冇貨嘅話啦，咁去到啲水位咧，其實唔太建議去即係買入住，因為特別隻銀娛嚟計，其實而家係就係個勢幾靚，咁但係上面嚟講仲有條50天線，大概45蚊度，咁而家都係43.5，其實仲有個半多距離破唔破都唔知，咁所以呢個半嚟講，如果你係搏嘅話咧，似乎直播性就唔高嘅，咁所以變相整得好多股嚟計啦，我暫時都建議係叫比較中性啲睇法為主咯。明白，好，啱啱啊 Raffy 講到咧，巴萊嗰份報告咧，咁就話咧預測翻一月份嗰博彩收入嚟講咧，就按年跌16%嘅。跌幅嚟講咧就被預期為之細，當然就當好消息咁去睇啦嚇。另外都有啲數字俾大家參考翻噶啦。咁啊，巴克萊都預期翻啦，今年嗰個博彩收入嚟講咧就會按年跌咗8%嘅。咁啊，預期咧今年上半年嚟講個博彩收入咧就會按年跌19%啦。不過有補充嘅，就話如果新賭場開咗張之後咧，嗰個博彩收入咧將會回復翻個增長，咁啊升翻咧5%左右。咁啊，所以咧就俾咗兩隻我哋選擇噶啦，就係咧就係27號銀娛啦，同埋新濠博亞6883，同樣地。都係一個增持嘅評級，都可以留意翻當中嘅細節啦。好啊，咁啊，唔該曬 Raffy 先啦。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問翻你有冇話邊啲股份揸住？係都冇嘅。好嘅，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想重温全日總結嘅話，可以去到我哋官網www.bschannel.com。我哋休息一陣間，轉頭咧會有普通話環節。